这些既魔性又好玩的视频呢，就是通过 Runway 这个 AI 的视频工具生成的。视频中的大帅哥 Mansur 通过这个视频特效呢，也在 Twitter 上收获粉丝过万了。我是华小二，今天咱们就来分享一下 Runway 这个好玩的视频 AI 工具。看到 Mansur 这个效果呢，你是不是也想制作一个呢？简单的很，分为三步。咱们就以这个祖师爷这段模型的舞蹈为例，首先是将这个视频文件下载到本地，然后打开 Runway 这个网站，登录之后呢，选择 G1 这个按钮，将本地下载的视频给上传上来，然后在右侧的面板中选择 Prompt，然后输入屏幕中这段英文，然后点击这个 Preview Styles，也就是预览风格的意思，看到的是四种不同的风格，你选择一个 Generate 就生成对应的视频了。因为目前是免费版，所以生成的视频只能是4秒以内的。按照这个方法呢，你可以将这有趣的视频，也可以将类似星爷中的功夫这个斧头帮的舞蹈也变成这个样子的，也可以将玄冥二老的舞蹈呢变成稻草人版本的和这个瓷片玩偶版的。你也可以录制一个自己的视频，将自己的视频变成卡通人物的造型、棉花糖人物的造型等等。这些具体方法和如何生成对应风格控制的词语，我都更新到会员网站上了。我是华小二，欢迎你的加入。